强盗喽，小心喽！不止刻意戴上墨镜装酷，还对着镜头微笑。孙安佐再度比出手势，其实这个动作是来自日本动漫《咒术回战》的招牌手势。領域展開無料空手，和《咒术回战》主角五条悟相同的手势，领域展开无量空处。但其实这并不是孙安佐第一次展开领域。最強の領域を最大がエキス。不止模仿五条悟的手势，还多次提到自己是最强的，和剧中自称最强的五条悟相同。身为动漫迷，多次致敬偶像。而月初孙安佐在北投现身时，也特地唠了一长串日文。そして早く、何よりも早く、栄光の沿岸の駆け抜け。一整段日文没人听得懂，更被网友笑称是日文咏唱。没想到真的是出自日本动漫男主角藤井廉的咏唱词。今以前より変わらず星と一緒に定められた道を雷鳴のごとく疾走する。そして早く、何よりも早く、栄光の沿岸を駆け抜ける。困难的咏唱词都能念出来，也让不少动漫迷表示有点让人佩服。另外，孙安佐也多次在 IG 上发出小丑插画，而他在讲话过程不断用手遮嘴巴，也是模仿小丑的动作。孙安佐热爱动漫和电影，连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三新闻黄新城、王佩华台报道。